今天是我姐姐跟姐夫的大日子，然后我也感觉非常高兴有这位姐夫，人都不错啦。过年也会跟我们打打麻将啊，也会说一说给我带我一些啊，所以我对这位姐夫还蛮满意的，希望各位祝姐姐跟姐夫长长久久。白头偕老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下一位是施方宗先生，来掌声请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哦，祝我们新来。你要不要先讲一下你是？我是布力的同事，今天很高兴来参加那个婚礼，然后祝两位新人就是新婚愉快这样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下一位是年明珠女士，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是？你是凤舞的。我是凤舞的朋友，叫年明珠。凤舞的什么？朋友。哦，所以你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就对了。好。哦，那你有什么花送给我们今天的新人？生日快乐，讲错了，谢谢。我会给你们。好，你也给你丢掉。祝你们新婚快乐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徐小豪先生。徐小豪。啊，徐小豪是。哦，你哪没有？那你要不要替你先生讲几句话？谢谢，掌声请鼓励鼓励。好，没关系哈、哦，刚刚没有拿到礼物的，接下来我们换坤玉，好、哦，接下来换坤玉的朋友，换坤玉的朋友有机会。那我们坤玉现在的感情状态叫做一言难尽，请问一下你的一言难尽是怎样？坤玉来把他的状态变更为结婚哦，离婚哦，按下储存之后哦，那坤玉的感情状态已经变为已婚了，哦，已经变为已婚。来，现场有智慧型手机的同学跟朋友们，我们已经看到第一个了，年智胜同事。好，那你请问一下，你是坤玉的？他的同事是不是？好，那你要不要祝福一下他们那个今天的？我的祝福已经打在那个微信上了，我看不到。啊？好，那预祝我们的婚礼啊，以及我的凤舞啊，百年好合，永结永续，久遇爱人，谢谢。好，在林秀玲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坤玉的？对，我是坤玉的同事，大家好。那你有什么话送？我要祝我们坤玉跟凤舞两人永结同心，永浴爱河，新婚愉快，谢谢。谢谢。